是好人的时候，他比较会敢去攻击。哦，比如说他会说，哦，二号、四号，我觉得很奇怪什么。可是他是狼人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我不知道哎，然后什么什么。就通常是这样子，就是狼人杀，狼人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比较不太敢打冲锋，就是他会要打冲锋就会很明显，或者说他会比较喜欢打引狼，就是倒钩这样。就是我普遍观察下来，大家玩狼的时候比较都是偏倒钩。六号被好多人踩哦，吃饱了，来吃饱了，好，我要吃饱。因为本人是一个生存率极低的人。你看我多用功好不好？一直复牌，一直看。是啊，那我就要自爆了。我提示啦，因为五号他跳女巫了，动不了，他是真女巫，他万一把我毒掉，所以我逼不得已我一定要跳，而且我被那么多人踩。啊，我就来验一个号，八号真预言，所以三号真精髓，七号的发言偏好。其实凯亮脑袋越来越清楚了，好厉害哦！对啊，他看不出在那个对的时间点该跳，对，这个就是跳，对对。